者许浩庭综合报道，艺人王阳明与蔡诗芸堪称是演艺圈最闪夫妻档。分手八年，复合短短四个月内就决定结婚，31日大家都在疯夸年。小俩口则在澳洲雪梨度过，更在满满的烟火下甜蜜对视接吻，闪瞎一大片网友。王阳明、蔡诗芸结婚3周年。图翻摄自爱记王阳明。王阳明与蔡诗芸12月27日适逢结婚3周年纪念日，特地飞往澳洲庆祝。31日，则在雪梨欢庆跨年。他在爱记上 PO 出影片，只见画面中烟火绽放整片天空，两人开心地说出 HNPPYNEWYA 后甜蜜对视，并在满天星空下轻轻亲吻，画面唯美又浪漫。王阳明、蔡诗芸雪梨跨年。图翻摄自爱记王阳明是于2014年重燃爱国的关键。王阳明曾透露，记得双方有次计划出国旅游，当时问蔡诗芸你想去哪里旅行，对方不假思索地说，我有一个梦想，我想去找金沙。这句话竟让他怦然心动，心底暗自认定对方就是此生的真爱。对此王阳明不讳言，透过这趟旅行才发现蔡诗芸是自己长久以来在找寻的理想灵魂伴侣，喜欢户外活动的他，过去从来没有女友愿意陪我到大自然。他当时第一时间公开认爱，也是认定对方的表现。工作随时都有机会，家庭生活错过就没。王阳明分享和蔡诗芸复合关键。图翻摄自爱记蔡诗芸在 Instagram 查看这则贴文。Sunny Wang 王阳明 @ Sunny Boy 分享的贴文于。